前面这两个人哦，顶着这两个东西在这里走了来回走了十多分钟了，这么多橘子西瓜，100斤应该有了吧？看看这个人哦，刚刚。哇，这个人骑小跑。看到没有，最前面那个顶了四个大箱子，我感觉他很吃力哦。我猜他估计要一直送到那个河那边去。我大概跟他一起走了十分钟了。印度人拿货，三轮车一辆接一辆，后面有好多，开车也来了。